先拍爬山的背影，再拍爬山的脚步，拍一下爬山的正面，最后拍一段山上的风景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视频条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比例9:16，添加音乐，点击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导出看看效果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。先拉拍一段田边的野花，再横摇拍一下村庄，拍自己在田边开心的散步，最后拍一下自己的脚步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视频条，选择变速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背景画布模糊第三个，并全局应用，添加音乐，点击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导出看看效果。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落叶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教你拍摄制作挥伞人物消失效果。固定手机，先拍一段人物向上扔伞，然后快速跑开的视频，再拍一段空镜头，打开剪映，导入人物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移动时间轴到即将挥伞的位置，点击画中画，导入空镜头视频，放大至满屏，在画中画开头添加一个关键帧，点击蒙版，选择圆形蒙版，调整蒙版线到刚好框住人物和雨伞的位置，点击反转，轻拉一点雨画，移动一点点视频条，再移动蒙版线，使蒙版线一直跟随伞的位置，直到雨伞降落到地面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冬日里的大雪特效，进度条拉满与视频对齐，作用对象选择全局，添加音乐，导出看看效果。这纷纷飞花，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我若深情以遮挡物横移拉拍风景，拍一下风吹动的树叶，小碎步前推拍亭子，最后旋转拍屋檐一角，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视频条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比例9:16，添加音乐，点击文本，手动输入字幕，导出看看效果。我与春风皆过客，你携秋水揽星河，愿由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五秒教你拍电梯开门转场视频，先前推拍一段电梯开门的视频，再随意拍摄一段其他视频，打开剪映，导入第一段视频，移动时间轴到电梯门即将打开的位置，点击画中画，导入第二段视频，放大至满屏，双指将视频条向两边拉到最大，在画中画开头添加一个关键帧，点击蒙版，选择镜面蒙版，调整蒙版线的大小与门缝对齐，移动时间轴至门打开一点点的位置，调整蒙版线与门缝相同大小，接着再移动一点点时间轴，再次调整蒙版线的大小，后面的操作以此类推，直至门完全打开，添加音乐，导出看看效果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看看这个大世界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。先横游拍一下村庄，再固定机位不同角度拍几段人物从开门到去菜园路上的视频，拍走路的脚步，前推拍菜园，到达菜园再固定机位不同角度拍人物摘菜以及一些细节动作，拍两个空镜头，拍一下人物回家的背影和脚步，最后在高机位拍人物回家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若干段视频，点击视频条，给空镜头视频都变速至 0.5， 按住拖动视频条白边，调整每段视频的长度，使每段视频动作衔接更加自然，添加音乐，点击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导出看看效果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
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从远到近拍小花，环绕拍小花，拍风吹动的小花，从近到远拉拍小花，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视频条，选择变速，将每段速度调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应用到全部，点击比例9:16，添加音乐，点击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导出看看效果。红红的美人脸，淡淡柳眉长，飞转走向宝袖，相思在心头。先拍拔充电器，再拍电梯上的人流，拍乘客进站，边走边拍一下站台，最后拍一下窗外的风景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五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视频条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背景画布模糊第三个，并全局应用，添加音乐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基础里的开幕，导出看看效果。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，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。以树叶为前景下摇拍村庄，横移拍炊烟，拍一下灶里的火苗，最后前推拍村里的小巷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视频条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添加音乐，导出看看效果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等你在哪里。梅花式是这样拍，手机慢动作拍摄，前推拍一段，环绕拍一朵梅花的特写，升镜拍一段，横移拍一段，最后从近到远拉拍一段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五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添加音乐，根据音乐节奏调整每段视频的长度，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推进转场或其他喜欢的转场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背景画布模糊第四个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导出看看效果。人心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总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使用手机慢动作拍摄，先拍走路的背影，再拍走路的侧面，最后横移拍一段风景。打开剪映，导入拍好的三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并全局应用，点击背景画布模糊第三个，并全局应用，添加音乐，导出看看效果。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。这个转身慢动作是怎么拍的？我教你。首先拍摄一段走路然后转身的视频，打开剪映，导入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移动时间轴到人物转身的位置，点击分割，并给第二段视频变速至 0.3， 双指将第二段视频放大一点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动感里的蹦迪光，进度条拉满与视频对齐，
最后给第二段添加德古拉滤镜，添加音乐，导出看看效果。走在彷徨的路上，我的心情暗自伤，多少快乐的往事都随风而去远方。晚上一个人散步，试试这样拍，先拍一下自己的影子，从上至下拍树叶，拍一段霓虹夜景，最后前推拍道路，看看效果。我像是一